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斑斑。啊，斑斑，斑斑，你几岁啊？3岁。3岁，那斑斑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哦。那 T 老师这里有一个，这个这是什么？剪刀。老师想给剪刀给斑斑，可以吗？嗯，不可以，小朋友不可以用剪刀，对不对？那T 老师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尺子。尺子，老师给斑斑尺子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给斑斑要说，谢谢。OK， 不客气。斑斑看看尺子是什么形状啊？长方形。OK， 谢谢斑斑。